看一下，我帮你点一个色铅给你看，给你参考一下。还有颜色吗？啊？没有啊。谈银色的嘛最好，因为银色的那都电镀的，它戴了会不舒服。还要录影？要做记录。哦。引流子给你看。好中间哦。感觉好痛。可以。我再看一下。那里是差不多。啊，如果等一下我夹的时候，我太后面离挤上去的话，就这里。那再过来一点嘛。这里。我过来一点。这个是我刚刚点，没点到，点到太不平。你卷起来放下下面。看看那个地方，不要太里面，太里面你又不舒服。哎，你舌线，你是没有舌线的人，表示你可以穿很多个舌洞。真的假的？我告诉你，这是因为没有舌头下面插筋，有没有？啊。你知道他插几个洞吗？他穿了九个洞了，还要再加两个。上次就一个那个女生啊，她就是因为像你这样子的舌头可以穿很多洞。舌筋是什么？就舌上面的线啊。嗯。哦，就你们都很多。对啊，你们的没那条线。阿修布呀。哎呦啦，很里面。瘦一点就可以做。舌头会跟着瘦吗？舌头会哦。会哦。所以大哥是用。火焰喷枪吗？还是一般的喷那个？我是用上手，我都有啊。看做什么东西、啊？嗯。这给你。好。这给你。要流口水，流口水用的。嗯。擦泪。手术要用还是嗯？手术用手套。这是无粉的，无粉的比较好。有粉的，你就知道是粉。那是利普打火机啊。对呀。现在我都收藏，没有不想卖的，太忙了。我先接着看呐，看出来。你舌头放轻松，你舌头过来，然后。哎呀，手小心啊！这个技师的手，你手一下一下下，啊对，这只手帮我拿下夹子，我手起来就收起来就好。你把那只手夹，拿一个。
那我不是很好。你舌头真的是比一般的人厚一点。在这里都没什么感觉。啊。因为我上次穿比较前面，然后它是穿一半之后，然后它就旁边摸一下之后再穿第二下，然后才穿过去，啊、然后我就傻眼。是谁帮你穿这样子？一个女生啊。在五华路那边。但。我也不知道那里是哪里，我反正我就看到，没有，那个永乐街。永乐街哦，那就小一间，在庙前面那里。对，小小一间那间。他家店现在越来越小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他就穿一半之后，然后休息一下，然后再穿第二半。哎、欸，你说你身体量不够慢，就是他疼，一直没有做好。哦，舌头很厚，对不对？超厚。他没工具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是。他用夹子帮你夹吗？对。是他夹子可能，因为夹子我们也分成多种规格。我们这是比较宽的舌头带夹的，夹起来它是有距离的。哈。它如果用超平的夹起来就很痛。哦。然后它瞧不起你。你刚刚没流什么血。嗯。哎呀。上次流很多血，我还要吐血。其实我们能让客人不流血就不流血，而且你看，你再看一次，你看，正面那个球跟下面的球，哎呀，都很正的。啊。而且伸出来是斜这样子的。你下面是垂顶，但是牙齿如果是正常是斜这样子的，啊，不要让垂直顶加上颚会不舒服。现在是没有什么感觉，没有异物感。现在应该是蛮舒服的，没有异物感。对呀、啊，就是穿肚脐最比较痛哎、欸。肚脐比舌头痛，不、啊，肚脐还在吗？肚脐比舌头痛，没有啊。那时候你就跟我说我那个发炎呐、啊，那、啊、如果没有拿起来会那个、啊、断掉。对，我就把它拿起来。你看一下你肚脐最准的来。肚脐哦，现在哦，它就有一个小疤在那里。收起来再穿。对，我那时候肚子比现在还大。原因就是这样子，他穿的话，他这里会紧点。很容易，对，然后就会压住。然后你压起的时候，被这里在这里压迫顶到，然后变薄这样子。嘿，要穿的多少？好，想要怎么样的穿的穿法？穿的。来，我看看看。我现在在旁边等你。这是要穿的吗？没有穿完了。穿吗？对呀。他穿舌头呢？哦，我姐也有穿，可是我不敢穿。我姐没什么感觉。我姐穿舌头跟肚子。我舌头跟肚子都是给。